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奥特曼兄弟和小僵尸吧。哎，小伙伴们仔细看啊，今天呢，村庄里面来了一群这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小僵尸啊。你看，他们竟然坐着购物车来到了我们村庄对付奥特曼啊。哎，难道他们是飘了吗？啊，竟然敢欺负欧布和迪迦奥特曼了啊。来，我们躲在这里来看一下啊，看这两个奥特曼能不能把这个小僵尸给消灭掉啊。哎，已经打起来了，小伙伴们仔细看啊。哇，这两个奥特曼呢也是非常的勇敢啊，瞬间呢已经消灭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小僵尸了，看到没？糟糕，这迪迦奥特曼怎么被这个僵尸给打倒了呢？看啊，而欧布奥特曼呢依然还在战斗啊。你看这个僵尸还有很多，还有大概10个僵尸啊。哦，这个僵尸也是很聪明啊，朝这个奥特曼呢扔炸弹，看到没？哎，欧布你不能怂啊。你看这个欧布奥特曼呢好像有点害怕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的好伙伴迪迦呢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了。好，欧布拼命了啊，你看冲到这个僵尸的身边跟他们拼命了，加油欧布啊，把他们给消灭掉啊。还有3个僵尸，咦，这个僵尸在打我了，加油啊欧布，最后2个了啊，你不消灭他们吗？看到没，这什么情况，这欧布奥特曼是没子弹的吗？来，把它移到这边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欧布呢还是有点害怕这个僵尸的啊，对不对？虽然呢被他全部消灭了，只是这个迪迦奥特曼非常可惜啊，你看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倒在地上了，看到没？好，那等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迪迦奥特曼给救起来吧。那今天呢就要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